迎收睇曲线音乐节目《劲曲金曲》，我系提子珊，事不宜迟，即刻为你揭晓本周劲曲金榜。做兄弟有今生冇来世，你的信念海阔天空，我的银包超级续航。第十位新上榜，一首高科技怀念兄长之作《超级续航》，郭家强。原谅我这一生超级放纵爱续航，哪会怕这手机会跌倒？ Oh, no， 看看佢个样，同哥哥好似，冇有怕每一天都有电话。随住特首放假外游，逍遥法外，呢首现身说法嘅歌曲亦回落到第九位。喜欢陈权的你 ，See What Learns to Rock。小友台呢首永恒金曲喺榜尾挨到年尾，唔知挨唔挨到去下年呢？第八位，亚视永恒极品如，亚视会永远都存在，有一年仍住有下年。民生大事又点却花生大事重要？所以十大 search 关键字都关娱乐事，又有咩出奇？第七位，狮子 search 罗网民。人生总要 search 气，难免 search 下手机。我哋大家再 search engine 下相遇上，总算是 search 过多于 search 女。看着福林教会一班教友在平安夜去榕树头天后古庙报佳音，这班树音歌手也都不甘示弱，少了去尖沙咀报梵音。 Merry Christmas！ 第六位，耶稣道梁令芬社区合唱团。合富庆圣诞，启马国美启马国美，为何你多礼物为过礼美为过礼美，又祝平安夜庆业玉器，祝圣兵多欢笑，听歌富社。网络廿三条下年继续易读，在今年未完之前，咁多位议员不妨听下仙气女神的歌声，学下咩叫上网啦。第五位 ，Shall we talk about the internet？ 真杜小乔。唔熟吗？为何再已试透？无谓正式得保皇，斋噏情歌又唔愿看。同人漫画一个，为何望面书一眼就如花流淌？咦，乜又系你啊，黄生？哦，唔好意思，原来系个封面太似，认错咗添。第四位有呢首疑似原创歌曲《漫画二玉远之》。你听过黄山吧？凭我观察，他撇胡须有几挂，人才人人明白可。原有发达咁鬼靓仔，我都觉得佢清白。全靠呢首励志歌曲，蒋议员暂时走出拉布拉多症嘅阴霾，放自己一条生路。本周季军歌《漫步云生路》，蒋靓云。在我选区，亦不怕受磨练，耐心开会苦痛快乐也。又见玉敏在身边转又转，有乜想说就快说啦，抱咗只手。首次由原唱歌手亲自强行填词，亦都系劲曲金曲开榜以嚟最正经嘅作品，向一代广播界传奇伟人 YT 致敬。本周亚军歌《天各一方》Live 真如真。其实咩先系真实嘅扭曲？或者我应该继续宣扬呢啲故事美事，俾大家知道一啲成就系随手可得，就睇你如何争取。有时梦想藏喺心底，日久会化为灰烬，反而穷追不舍，先至可以梦想成真。贪求进步，一生痴。
一切的努力拼搏，岂会是徒然？学叻哥话斋，叻人会考到十二 A， 会入到八大，会创立到面书，会做到特首，所以他说他通通都做到。如果后生啲嘅话，本周冠军歌有请真林一峰演绎呢首歌颂叻哥嘅叻歌 ，The leg is yet to come。永远有一个肺衣裳，太多脂肪在头上，药份太多要落床，个脑挑线亦无用，要学下心运，要变心运。The light is yet to come。若你懒力永不停口，叻到也不代表长久。假使智力有尽头，再叻也未会不朽。被话太蠢，假如不能胜守，懒叻人注定过得不易，笑你断亦有排手。要学下心运，要变心运。The light is yet to come。最叻的尚未来临，叻。